盘点明星翻车名场面，易烊千玺在综艺节目中给大伙表演才艺，结果放风逐渐跑偏，整段直接垮掉。画风跑偏的还有小鲜肉刘昊然，他一段唱歌的视频被播出后，也是成为了网友们制作鬼畜视频的万恶之源。日出唱日落，唱月声，唱星星闪烁，唱烦恼，唱欢笑，每分每秒。李荣浩在演唱会上竟然笑场，还好基本功扎实，很快又给圆了回来。相比于前面的社死瞬间，陈奕迅就是单纯的爱玩了，竟然还假扮学员去参加选秀节目。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，也不试过分手。佟丽娅演出变成翻车现场，假唱时嘴型明显对不上，也不知道她在台上尴不尴尬，我都替她捏了一把汗。左向右向前看，